这是澎湖的马金港边啊，有一座警察文物馆。澎湖警察文物馆。在日本时代，伊是马金水上警察官吏派出所。伊附近包括邮便局、宪兵队、税关等等，形成是澎湖现代文明的起点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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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啊，这是警察文物馆。哦，真好。这是澎湖的名吗？就是只有澎湖的而已。现在在联合参展啊，以前在在在哪做警察？检调法院、监狱一起参展的。啊，这个日本那种，这个比较早的日沙碟，就是时代型，加德一点东西。他是咧，现在案件所啊，案巡的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水上警察就案巡当案件检索，准假吼，出港临港去检查的案件所。小小啊，一间文物馆内底物件，看起来嘛是真多呢。伊只展出的差不多是40到80年代警察所用的装备。就这整块玩具，你讲不进来。莱斯康的啊，啊这，那电脑词典呢？哎呀，那是那个。二楼因为伊的结构问题，所以一般是无开放。但是若是爬起去看，哇，伊的海景实在是真水哦。这个日本时代上下拉窗。哎，咱看海景，赞！哎，加赞呐！啊，咱的海巡更底下。以前若是派来朋友做警察，看起来生活应该是袂歹吧。